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新的组合，地面的寒、甜、阳组合。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单一的寒和甜。寒和舔是一组相对应的动作，大家看我做一次，舔的时候水平的向外侧，寒的时候呢要向内。好，我们先来单一的学习一下舔，从经过提气开始，然后慢慢的水平的啊向外。注意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水平的出去，所以不要往下啊，要水平的出来，然后我们的肩膀啊没有往后扩胸，没有扩胸去挤压肩胛骨，都是平的，把下巴稍稍的抬高往上看。注意在这里不要抬得太高啊，看斜上方就可以，这个是舔。然后我们单一的寒，注意是在沉的基础上，从我们的腰开始慢慢的传导，好，比沉还要再往里收一点，这个就是寒。在前期的基础上，注意我们寒的时候啊，感觉我们后侧的尾椎骨稍稍的接触地面，然后手要自然的放松在膝关节上，不要这样去搬膝盖啊，这样就太多了。我们再来做一次，舔开始，一、二做舔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的时候收回，八的时候沉下来，再来一次，二，二，传导，在沉的基础上，四，五，六，好，吸气，七，沉，好的，这个是我们的外在的形态。好，接下来大家看，当我在做舔的时候啊，第三排做舔，那么我们不要断，这个舔是在我的头还没有完全传导到末梢的时候啊，舔就已经出去了，然后头继续再往上啊，有一种错误的是一二上来了，然后再往外做的舔啊，要给它连在一起，一二还没有传到我的末梢。就开始做舔，胸领着走，头继续向上，六的时候刚到，注意在这儿是不要等啊，用我们的动作去把节奏填满，六的时候刚到，好，七的时候收回，八的时候沉下来，我们做一次寒，一寒是一样的，我的末梢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开始向内做寒，然后头继续末梢不停，五六，好，七的时候回，七八，好，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寒和舔主动被动的关系啊，这个在我们后面加手臂的时候非常重要。那么舔的呢应该是主动的，所以你看我整个胸领着出去的时候啊，往斜上方要看出去，主动的。那么寒是被动的，含蓄的，害羞的，慢慢的收神，到寒收进去，经过提气，沉收回来。好的，我们把两个连在一起啊，经过提气，好，向外侧做舔，注意主动的感觉，五六，好，七回正，八的时候沉下来，做寒，二二，腰先走，三四，含蓄的，害羞的收回来，六，经过提气，七八，好，我们向上做仰，三二，注意仰的时候啊，是整体的把我的胸腰向上，在这里强调不是我们的头和脖子啊，头不要向上，所以一定是在合肋的基础上，把我们的胸腰整体的向上，四五，往上的时候斜上方在那点就可以啊，不需要往上抬太多，五，然后六的时候快速沉下来，七的时候脆的，七一拍脆两下，八的时候沉下去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三二三四五，快沉，哒，脆的，八，再沉下去，寒甜仰的组合动作。我们从准备拍开始，
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先做单一的田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乘单一的函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乘，好，向上仰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快速，六、脆的，七、八，好，连在一起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一拍啊，五，一拍，仰六，然后两拍，从我的腰开始啊，七八下来的时候注意我的手臂啊，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交叉了，七八，再来一次，五六走，七八，好，领腕子起，一二，主动的向外侧做舔，三四，好，然后注意胳膊肘，跟我们之前学的一样，转腕到吸气，这个提是为了接下来我的含啊，五六，好，含头最后到七八，好，先让我的右侧手再上啊，七八，然后肘关节不用完全收进来啊，好，然后向上给胸腰，三二，然后还是拨开，这个拨开跟我们前面学的提沉仪是一样的啊，配合好我们的胸腰头和手指尖搭，然后还是注意胳膊肘，注意下来一点，不要都掉下来啊，追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快速再上，哒，上去的时候还是用手腕子和手背带上去，然后翻腕，让掌心向上，哒，脆的，嗯，在斜上方，好，然后在前面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头都没有抬起来，坠下来，然后在这儿没有抬头，在我翻腕时候，哒，脆的这一下的时候啊，眼睛。到位，嗯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从这儿走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哒，好的，然后先吐一口气，先松一点点啊，为的是什么？我接下来往上，上面都是气息，给它包回来。好，还是同样的，裹肩坠胳膊肘啊，裹肩，然后坠胳膊肘向下，末梢头留在上面，最后下来六，然后解开七八，在这儿要给气口吸气啊，要先给气口，因为我接下来的动作要先含进去啊，我们先把前面连起来，三二三四五六，哒，好的，吐一口气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再打开七，吸气，好，接下来穿胸刺肋啊，先往里面含，啊，先含回来，然后经过提气三，好，再向外气八到舔。好，然后再坠胳膊肘转过来，二三，吸气，好，还是含，这个时候含啊，我们是手腕子对上，手腕子七八，然后把头也是最后的合回来，然后继续再向上扬，二，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啊，还是拨开双手，经过托掌的位置拨开，好，慢慢抹手下来，啊，快速一点啊，抹下来快速，然后脆的，哒，啊，看我的脊柱，哒，脆的，灵动的上去，手臂手指尖领着穿，不用从腋下这个位置穿啊，稍稍往前一点点穿上来，哒，然后变成手背朝前，掌心朝后啊，再来一次，哒。沉脆的，哒，脆的，快速上去啊！这个地方上去的时候不要，胳膊肘也是没有，嗯，没有跟着这样使劲儿啊！来，我们不合音乐的，把含甜仰的完整组合来做一次。
含天养不需要镜面教学啊，因为只有一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沉，好，向上仰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脆的，七、八，连在一起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快速，五、六，手准备，七、八，加手，一、二，填，三、四，沉下来，五。吸气，含，七八，向上扬，二三四，快速哒，吐一口气，五六七，吸气，好，先做含，二三四五六。好，在这胳膊肘吸气，含的时候是手腕子相合，向上，二、三、哒，快速，哒，脆的。好，吐一口气，慢慢解开，往上看，给胸腰，六、七、八，结束。